母傾城裏邊咧就飾演呢個見習媽媽就 Michelle， 而我咧就係扮個成日三十八組最紅嗰組嘅媽媽神沙律。得啦嘛！無線重頭劇《一夢傾城》即將喺今個月15日隆重登場。尋日劇中一眾女演員盛裝打扮，齊齊現身上環西港城出席宣傳活動，吸引咗唔少人嘅關注。之前無線釋出嘅預告片已經令到唔少劇迷十分期待。不過又指身為女主角之一嘅姚子玲畫面少，似乎戲份唔多噃。對此，子玲喺受訪嗰陣表示，呢個係一部分嘅預告片啫。佢又話戲份多少並唔係重點，因為一套劇集係靠大家一齊成就。讲到被指去年的曝光率低，而且今年网民进行的2023 TVB 最靓花旦投票，他更加是排到倒数第三，似乎人气急跌。子玲就直言对此没什么看法，他表示自己不喜欢特登去曝光自己，身为演员他只会在有剧出街那阵才会跟大家多些见面。他更加透露跟住下来还会有另一套新剧出街，所以跟住下来都会继续出现在观众面前。据了解，虽然去年子玲只有一套仓底剧铁拳英雄出街，但佢饰演嘅锦福妹获得唔少观众好评，而且除咗《一梦倾城》之外，佢仲有同黄浩信合作主演嘅《藏王之王》有待上映，各位 fans 记得千祈咪错过啦！